美國大學的化學博士，咁咧佢就曾經喺美國就幫美國政府研究咗嗰只 HIV， 即係我哋小兒麻痹腦膜炎嗰只針藥嘅研究者之一嚟嘅。咁佢亦都喺FDA 嗰度做嘅。咁而家咧就佢貢獻咗俾美國之後咧，咁而家就移居翻嚟香港咧。咁我哋都好高興，咁佢即係為我哋香港市民就想貢獻翻有關於衣食住行嗰啲嘢。咁而家咧就因為上次佢幫黃碧雲就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咧，係有關啟晴村嗰啲食水啊，嗰啲驗咗啲食水有問題。咁但係咧驗完之後咧，屋宇署咧就即時回應話食水冇問題。咁咧博士睇到之後咧，咁佢覺得係即係身為一個政府部門咧，係咁不負責任咧，係唔得嘅。好在咧就有香港仲有新聞啊，新聞自由啊仲，咁咧就唔可以隱瞞到市民咯。如果否則咧就係不了了之噶啦。如果即係香港冇新聞自由嘅話，咁咧而家咧就阿博士嘅意思咧，食水咧就唔可以話攞世衛嘅標準嚟作準則，只可以攞嚟作參考嘅啫。咁咧因為咧你咁樣咧攞咗世衛嚟做擋箭牌咧咁樣。就對香港市民就係唔公道啊！因為喺原嚟講咧，你普通市民唔知咧，就好似而家衞生署咁講話，驗咗佢一點幾倍啫，有某個家庭就稍微高啲三點幾倍，咁咧博士覺得係不負責任嘅，因為原咧唔係幾多倍嘅，應該係零啊，就唔好攞世衛嚟做擋箭牌。咁同埋咧有一個問題咧，就個個都話化驗化驗。但是沒有一個解決的問題給現在的市民。首先呢，我們提議一個解決的問題呢，就是你首先就去換喉，換喉的期間呢，你不能夠同一日換完所有的那些居屋公屋的喉的嘛。那你一換的期間呢，那你就要給一些過濾器其他的市民就用著先。那這個第一點啦，跟住咧，你哋換完曬所有嘅喉之後咧，就重新化驗一次，咁冇問題咧，令啲市民安心先。咁啊，呢個第一點。跟住咧，就要追究嗰個承建商啦，就屋宇署邊個收樓噶啦，即係個驗樓師啦、化驗師啦，咁就追討賠償啦。咁譬如啲小朋友邊個出現咗問題嘅？咁其實小朋友嘅問題係最大嘅，同埋即係懷孕緊嘅婦人，咁咧會影響嗰啲咧，就陣間啊，徐博士會逐一介紹，會影響啲乜嘢腦神經啊之類嗰啲。但係咧，我哋想講咧，你哋即係某啲政黨啦，淨係關注住攞嗰啲選票啦，就猛喺度驗嗰啲公屋啊有冇問題。咁我想問一問咧，私人住宅咧？私樓呢，咁睇報紙賣咧，就話啲公屋咧，好似即係用完嗰啲，好似有即係回贈翻，即係少咗30%，即係利潤嘅。咁嗰啲利潤去咗邊咧？會唔會正正下 ICAC 要插手咧？咁你諗下啦，公屋政府都咁多啦，30%，私樓會唔會更多咧？咁我想問一問政府咧。私人發展商，政府會不會叫他同佢要求他在出售了與未出售的私樓，他免費幫那些賣出了的住客去幫他們化驗呢？這個第一點。如果萬一發展商他說我賣出了，我不負責任的了，不同他們化驗，政府又會不會同私樓化驗呢？好啦，如果政府話我哋唔負責，私樓唔負責，咁發展商佢話我賣出咗，我都唔負責。好啦，我哋香港關注會，如果你覺得有需要咧，我哋隨時歡迎你攞嚟，我哋幫你化驗。咁跟住咧就徐博士咧就而家嚟咗我哋香港關注會咧，幫我哋關注香港嘅衣食住行嗰啲嘢嘅。咁佢其實發現咗已經好多問題喺度嘅。咁咧，我哋逐一咧，慢慢咧就向各位宣布嘅，同埋公布嘅。咁依家講一講啊，徐博士會講一講
就有關啲毒嗰啲問題嗰啲，因為我哋呢啲唔係專家，咁啊徐博士講講。喂，各位，其實呢度咧有一個，即係而家出邊啲坊間嘅消息咧有一個通病。呢、這個通病咧就係話咧啲丸咧有一個標準。首先咧，我同大家解釋咧，我用這個模型啊，話俾佢聽。呢、這個咧係一個代表性嘅蛋白質，呢嚿嘢啊係個代表性嘅蛋白質。身體咧係用蛋白質組成嘅好多好多部分，所有嘅我哋嘅新陳代謝啊、健康啊、腦啊、腎啊、心臟、脾肺、雜腎啊，諸如此類。全部都有蛋白質的功效，尤其是啲酵素。咁酵素咧就離唔開咧，我哋叫做 sulfhydro bond， 即係有呢個硫酸嘅。OK， 呢個係 hydrogen， 呢個係 sulfur。OK， 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所有重要嘅蛋白質基本上都係一種酵素。咁呢啲咁嘅酵素咧，當佢遇到鉛嗰陣時候產生乜嘢咧，就產生一個不可逆轉嘅化學反應。即係話換嚟呢個，譬如呢個係鉛嘅代表 ，OK？ 我嚟到呢度咧，將佢一下幫落去之後咧，係身體嘅作用入邊咧，係拆唔開嘅。這個呢就有些類似呢第一次世界大戰那些無糧的軍人呢用那些叫做 nerve gas， 專門拿來對付神經的，令到你整批軍隊死亡的 nerve gas 的方法一樣，加了一些化學品進去，令到不能被掹開，你掹都掹不開的，這個叫做 irreversible， 不能逆轉的化學反應。而因此在今天呢就說，哇，我們特別要留意小朋友他在神經方面的 發展，其實離不開就是這個基本的化學反應 Sulfur Hydrogen 蛋白質這塊東西，這個原來到之後跟它產生了化學作用，這個是不可逆轉的化學反應。而這個反應呢是影響到你的智商的，亦都有調查咧，好清楚咁表示咗智商嘅下降啊，同埋鉛嘅標準 ，OK 係成逆比嘅，即係鉛咧喺環境入邊越多，個小朋友嘅智商咧係越低。咁智商如果跌咗兩點，跌咗十點，我請問你邊一個人知道？邊一個人能夠驗得出嚟？所以話咧，冇即時危險，冇所謂，呢個係一個不負責任嘅説法。所以因此咧，正話林依麗咧亦都提出咧，希望大家要知道何謂標準啊？難道我嘅跌智商跌兩點、跌二十點、跌四十點，咁樣先至叫做有一個將佢做一個除一除佢做一個平衡數先至叫標準咩？當然我哋要面對現實。OK， 要達到零標準，飲食水零標準，不是做不到 ，OK， 是可以做得到的。咁咧，至於鉛，所以咧呢一點係今日咧同大家呢個會入邊講非常重要的一環。OK， 你用你普通 common sense， 普通常識都諗到，當一個化學反應，當佢係不可以逆轉嗰陣時候，佢造成嘅損害係有幾大呢？好多時呢個細胞一旦就鉛中毒之後，很多時候要經過四十日一個月 ，OK， 先至有所表現出嚟嘅，係慢性嘅。當然我哋今日亦都唔希望啲市民咧喺街道，哇！啲水我唔飲得啦，真係真係用毒，這個叫做恐慌心理，係冇必要。OK， 但係咧，亦都唔能夠忽視咗 ，OK， 毒本身嘅性質就係呢個 sulfhydro bond。OK， 係 SULFHYDRYL sulfhydro bond 同埋 lead PB 啊 ，OK，
反應的這個一個不可逆轉的化學反應之危與機。我交回給林以麗。還有一點的呢，就是徐博士想提一提香港政府，他現在給緊那些蒸餾水的市民是絕對錯的，因為蒸餾水是長期飲用是對身體有害的。徐博士，你講講蒸餾水有什麼害處？這個話題不是今天的主題來的，但我覺得呢，尤其是對小朋友發展健康之中，所有的家長應該留意到非常重要的一環，就是蒸餾水呢，okay， 未必對身體是有好處的，應該給的是礦泉水。這個 topic 呢，將來我們會再做一個完整的這個交代。但我想跟大家知道告訴大家聽的事呢，就是check 完有很多種方法，現在是科學的發展是非常非常之方便。有些就是啲化學品，呢個早年代我哋已經準備好嘅，呢袋嘢可以 check 到成個九龍啲嗰啲源噶啦。咁佢其中我可以即係話俾你聽，呢個化學反應咧，就係我正話咧喺呢個呢粒源嗰度咧，我就剃咗啲源出嚟。咁呢只化學反應叫 sodium ribosinate。呢隻嘢咧就係美國 FBI， 你睇過啲片未啊 ？OK， 你會見到呢啲銀色嘅銀色嘅物品咧 ，OK， 佢同佢咧會產生一個化學作用啦，唔係好明顯嘅，但係咧因為闖出之隔，你睇到嗰啲銀色嘅嘢咧已經開始變色噶啦 ，OK， 佢會有化學反應嘅。咁咧最簡單咧就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就是我準備了一張圖片給大家看的，那就是稍微容許我給大家看一張我放出來的圖片呢，就可以看得到啦。嗱，佢呢隻化學品呢，如果有源的話呢，譬如你一個案發現場 ，OK， 一個案發現場，如果是 有人開過槍的，那你是不是驗那些 nitrate 那些氮啊，或者是驗源呢？那呢你見到個粉紅色的呢，就是源的地方，就是用這隻化學品做出來的。是不是這個？這些粉紅色的顏色，是的。那呢我為什麼要這樣提呢？就香港立法會呢，早年代曾經有一位好心的議員，我忘記了哪位了，他就是說香港政府是有責任小心謹慎地去查，不是只是水裡面的鹽，甚至你的碗碗碟碟條羹那些彩色、okay？ 今天你現在去看那些燒陶瓷那些地方，他們都告訴你那些東西是有鹽的，是有危險的。咁啲小朋友飲用嘅，唔係淨係小朋友，我飲用嘅器皿，呢啲器皿入邊有冇鉛咧，就可以用呢種化學方法咧，去直接 check 到佢有冇鉛嘅。即係正如林依麗正話提過，屋宇署唔應該隨隨便便話俾你聽，我哋香港嘅水係符合咗世衛標準，咁亦都啦話供應呢度啲水咧係冇問題，人家查出來的問題不是這個供水的問題，人家查出來的問題呢，是在水龍頭出來的水發現裡面有鉛。而美國方面呢，是政府的官方要求，是政府必須要這個隔一段時間呢，我們叫 periodically， 隔一段時間去驗一驗水龍頭出來的水有沒有鉛，而不是去說這條管有沒有問題。因為系統很大，系統很複雜，人也可以互相推卸責任，但他需要做到的呢，不是這個去互相推卸責任，是去首先要留意到，無論是公家屋或者私家屋，你水龍頭出來的水有沒有鉛。還有，如果你的水是在水管浸了一晚的，
OK， 咁佢出嚟嘅鉛嘅多爾寡同你開咗呢個水喉十分鐘之後再去驗，係天壤即係好大嘅分別嘅，天淵之別。係咁嘅情況之下，香港嘅市民咧，如果你係飲用水，你就最好唔好枝頭都打開嘅水喉就飲。你最少要等佢流幾分鐘之後咧，先至去攞呢個水嚟去煲佢。其實呢個無論你嗰度有鹽或者冇鹽，因為咧而家香港樓宇入邊啊，新樓、舊樓、就政府樓、私家樓，全部存在一定性嘅問題。問題嘅根源在於政府並冇按期去住户或者啲水龍頭嗰度去檢查，呢個係佢小心謹慎嘅基本責任，呢個基本唔能夠被忽視。仲有咧，香港政府亦都應該咧，即係設立啲街站，係由佢哋去負責去驗。至於驗啲鉛嘅多爾寡係咪需要好多時間咧，我可以話俾各位聽，完全錯誤，好快好準，甚至有啲電子儀器咧可以即刻 check 到你嘅鉛嘅多爾寡，就唔好再推啦。咁我嘅建議咧係咁多嘅啫。咁即係咧，啲即係而家屋宇署話要驗要一個禮拜之後有報告咧，即係其實係假嘅，即係可以係即時驗到嘅。咁所以咧，其實即時驗到嘅時候咧，咁我哋啲公屋居屋嘅市民咧，其實就即刻知道咯。咁咧，正話啊，喺呢個稿入邊咧，新聞稿入邊咧，林依麗亦都提到咧，話啲人咧就話即係有啲人咧而家去溪耕嗰度飲水啊。係啊。各位，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咧係喺一個郊野入邊逗留咗30年之久嘅一個人。換句話講咧，我係同大自然直接接觸咧30年。不是好像香港這種這樣環境的 OK， 那呢我可以告訴大家聽呢，水郊外的水無論是幾點樣清澈，請各位不要忘記 水是經過很多礦物，經過很多表面，經歷過很多這個甚至有死亡的動物屍體，所以政府對俾大家的安全是佢叫做 water treatment， 係即係泡製過曬啲水先俾你飲，係有原因的。所以呢一點咧，大家要留意，唔好自己取代咗呢個政府安全的措施，而去自己擅自去話認為咧，你可以攞啲溪水攞嚟飲。我點知呢個溪水層有冇經過有啲酸性的地方？我點知呢啲溪水有冇經過一啲？有最出名的有一隻叫做arsenic 砷，另外一種砷，這種呢砷是可以致癌的。 OK， 不要提遠了。還有另外一件事呢，政府並沒有一個有系統地去檢查香港市民的水裡面的鉛、銅、chromium、 OK， 鈉 OK，再一列系的這個礦物 OK， 這個是即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你現在打去水務局問他們他檢查嗎？他甚至說我檢查了鐵或者檢查了細菌 OK， 固然是這樣覺得，我覺得鐵真的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對人體有害的鉛，再加上呢銅本身呢對身體亦都會產生非常不健康的現象，尤其是銅呢，同埋 zinc， Z-I-N-C zinc， OK， 係成反比嘅。zinc 高嗰陣時咧，銅就低；銅高咗之後咧，好多我可以擔保你，你而家走去睇醫生，你話咧我夜晚瞓唔著覺，你話咧我嘅精神咧情緒波動非常之大 ，OK。在這個環境裏面，那個醫生呢
哎，佢可能俾啲佢話啲都市病人俾啲鎮定劑嚟，諸如此類。佢係絕對唔會諗到可能係同 OK 嘅不平衡，我哋叫 copper imbalance 同的不平衡，同嘅不平衡可能已經係香港造成咗社一個社會現象。所以咧，唔好太過輕視呢啲金屬對身體嘅反應。咁即係都會影響情緒病噶嘛？你話係嘛？我情緒病一定唔會係唔一定係咁形成，但係咧，我哋叫做鱷魚腦袋反應 （crocodile brain）。因為人嘅大腦咧分兩層嘅，上高一層咧叫做即係嘅大腦有智慧嘅，下低嗰層咧如果同多咗嘅話咧，嗰、那個人咧你講兩句嘢一唔啱咧面紅耳赤咁，跟住就砰砰聲嚟噶啦。甚至咧有啲人咧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鬧起上嚟咧好似巴士阿叔咁啊！即係佢唔係因為佢個人嘅性格問題，因為呢個銅嘅問題，金屬咧係會影響到嘅。OK， 所以個 take home message 咧，今日咧就 review 一下俾大家聽嘅咧，就係咧呢個 soft hydro bond 一個蛋白質，我哋身體基本上都係咁嘅，呢度一嚿好多幾百粒、幾千粒都有嘅。但佢有好多呢種 SH bond， 呢個叫 sulf hydro， 一個 S 就 sulfur，H 就 hydrogen。SH 咧係好敏感嘅，佢咧係專門同啲金屬咧會產生反應嘅，而且咧同鉛咧係不可逆轉，呢、這個係攞命。細胞入你個腦細胞。就是會跟啲鉛產生咗作用之後咧，不可逆轉對，甚至要永恆地損害到你嘅健康。咁咧，所以唔好掉以輕心。咁講即係我哋其實全香港市民，其實政府都要有義務幫我哋，即係發現我哋個身體上面有冇痛或者升嘅。佢唔係要移間發炎，係要有一個系統。Okay， 長時間保持，因為佢有小心謹慎的責任嘛。你自己開八大一間屋，你都要時時掃下塵啊，清理一下，睇有冇問題嘛。咁香港嘅水，衣食住行食入邊，食物80%都係水嚟㗎啦。Okay？ 你喺水嘅健康，如果影響香港人嘅話，整體嚟講咧，無論入邊所含嘅礦物質，譬如係鉛啊、銅啊、甲啊、星啊、砷啊，諸如此類。OK， 政府係有責任去俾一個有一個報告出嚟，好似天氣報告有乜嘢分別咧？東江水如果出咗 chromium 大量嘅呢個注入 ，OK， 我哋市民係咪有權知道咧？甚至新聞界都應該知道啦。呢、這個係即係同天氣報告冇乜分別嘅。嗰、那個咧，我哋化驗緊嘅博士，咁咧有咗報告之後咧，我哋話俾你聽，咁再約啲記者嚟，我哋再即係公佈俾你知咯。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即係同阿徐博士都呼籲咧，香港政府咧就幫我哋全港嘅市民咧就化驗呢個銅啦、鈴啦，咁就起碼化驗呢兩樣嘢先咯。咁就今日嘅記者招待會就完畢啦。咁多謝各位。Okay， 多謝各位。有冇嘢發問？有嘅。有。首先，你哋關注會而家係咪都有幫啲居民啊都有發言嘅？幾多？係啊，我哋收緊啲。收幾多户嘅啫？係啲區內嘅嘛？私樓，因為我公樓就政府做啦嘛。幾多户啊？而家幾多棟係嘛？啊！而家我哋集中收集都係九龍西嘅喎。幾多啊？大概？未正式檢嘅數目翻嚟，因為分咗人去。明白。徐博士想問一下咧，而家政府就話要可能都冇咁快公布到，就算攞咗水板都冇咁快公布到個結果咧。佢話即刻可以做到。係啦，即刻可以做到，其實即係即刻做到或者好快可以做到個，係咪都好普遍咧？香港政府嗰啲科技係咪都即係落後於？香港政府絕對唔會落後，香港嘅科技絕對唔係落後，因為我哋年年都有派利是錢啊，都已經可能啲儀器多到唔識用嘅地步。
佢唔識嗰個。這個呢個我認為咧係一個系統問題，即係香港政府本身啲政客咧唔係科學界嘅工作者嚟噶嘛，佢哋唔了解到呢個嚴重性啊，佢亦都唔可能知道，甚至大部分人除咗你哋幾位之外咧，會知道呢個係不可逆轉嘅化學反應嚟噶嘛。不可逆轉嘅意思咧，即係你入咗個身體咧。就冇辦法出翻嚟咁嘅意思。都唔係，個細胞死咗之後，咪慢慢出翻嚟，可能去讀去第二度啦。即係其實咧，喺幾年前咧，我同博士咧都去洗過血嚟嘅，因為我哋都有星定咩，我哋都喺身體。林依麗咧，所嗰陣時係幾年前嘅啦，我哋佢嘅血裏邊叫做arsenic咧，係高度超標。係啊。我咧我自己個人咧係高度咧係 check 唔到個 top level， 爆咗棚。Okay， 所以我哋係咪喺香港水裏邊飲咗咧？唔好以為你冇事。香港政府係要幫我哋。但係呢個唔係話我聽，因為我身體有呢啲嘢，所以我聽日就會出問題。呢一點咧唔需要咁緊張嘅。但係你要去檢查咯。徐老師，咁你認為即係點解政府要咁耐咧？佢你認為佢係？我諗佢係一個好保守嘅 answer 嚟嘅。我諗呢個政治問題咧。呢啲我就唔想參與，因為我真係唔懂政治。但係你話能唔能夠驗到呢？如果你俾支嘢我 ，OK， 我一驗我即刻可以驗到出嚟，即刻驗到喎。好似呢個好似呢個版本一樣 ，OK， 好似就呢個警察罪案科入邊代表性嘅一個版本 ，OK。他們即刻驗到的，他們不等的。至於你說，即是如果是政府高官或者誰人，我要馬上知道 answer， 他是可以做到。立刻知道。但香港那麼多人，我們不需要在這個 point 裡面知道他。但你說他做不做到呢？ Yes, they can。那不如我說一件事給你們聽吧。因為我在美國呢，我兒子呢，他就讀罪案科的。那他都要搜證，他都要化驗的。那呢，其實呢，一支棒好像棉花棒一樣呢，你去嗨一嗨那裡呢，其實就即刻知道有冇事，所以政府咧可以即係講得唔好聽啲咧，佢係一秒鐘佢可以化驗到嗰條水喉有冇事嘅，即係咁簡單。嗱，呢個咧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咧？即係答你嘅問題咧，反而我令我哋冇辦法，即係任何一個有邏輯思想嘅人啊，都知道啦。當初政府收呢啲公家樓嗰陣時 ，OK， 你負責水務部嘅。你除了去沖那個水，去驗下佢嗰啲水乾唔乾淨，有冇問題之外咧，你係咪要驗下佢啲焊入邊有冇鉛咧？呢個咧你唔能夠全部信曬一個承包商啊，承建商啊，點解要信曬人咧？你唔能夠任何嘢都係用 paper 一張紙一個合同遞啊，出咗事我攞嚟告你噶嘛？你有責任去驗呢啲燒焊本身係咪含鉛？我相信香港政府亦都知道咧，零先至係真正嘅標準。仲有油漆咧？嗱，嗰啲我哋不提啦，因為舊嘅1978年以前咧，嗰啲舊樓咧，起碼喺外國咧係呢個有鉛嘅。嗰啲鉛咧，亦都每年咧有幾百萬嘅小朋友啊係中毒嘅。到今日的香港呢，就是因為我們 比美國更加文明啊，在這方面很可能這個機緣比較少，不是沒有，那政府沒有一個真正的數字。我想問一下，之前就有議員就提出說有一些，譬如如果真的有緣的話，就可以做一些療程，可以去即是直拎走一些緣，那這個是不是洗血呢？佢嗰個有呢、這個係有即係分好多種嘅，有啲鉛咧係喺個骨入邊咧已經係沉澱咗入咗骨嘅一部分，你話即時可以解決佢咧，個機會係好微。如果係急性中毒中鉛毒嘅話咧，佢哋醫生嘅處理方法係非常簡單，係可以做到嘅。但是在生長的小朋友和孕婦，因為他們這種，我跟你解釋過，這個是 common sense， 在化學裡面
如果係佢有一個不可逆轉嘅反應咗之後，我想請問你，你點樣解決？佢呢個bomb唔係你可以拆得開噶嘛？呢個定時炸彈嚟噶。咁咧就亦都做過有啲實驗室，已經證明咗咧，有啲神經細系統嘅損壞咧係永久性嘅。咁我正話亦都提過 IQ 智商同埋圓嘅圓嘅多寡係有反比嘅，即係換句話講咧，圓高智商就會低，佢直情係有一條 line 出嚟嘅。當然準確的數字我們無謂去追究，但是這是一個事實，科學的事實，答不答到你？即不可逆轉，但是又可以有辦法去將它領一部分呢？一部分有沒有說大約是多少成可以領走？都挺高下的，就基本上我看過這方面的報告呢，你差不多有九成的東西可以即攞返出嚟嘅，但係咧始終係有啲殘渣，而且咧因為佢係有長久嘅呢個反應，長年嘅反應。譬如有啲環境入邊有原毒嘅，分分鐘四十年之後，唔係四年啦，四十年之後你先產生高血壓。OK， 有人就做過呢啲咁嘅傻，好似傻瓜一樣嘅統計。徐博士問多樣嘢啫。但係而家咧，市民都人人自危嘅。剛才講到一點就係話，飲水都開水龍頭都開幾分鐘後先再飲嘅。仲有冇啲即係貼士俾下啲市民咧？譬如話裝啲濾水器又得唔得咧？好噶，你裝啲濾水器有幾個作用。第一咧，係可以將佢嘅殘渣咧，有好多水啊，好多呢個建築物嘅水啦，佢哋啲人偷工減料啊，最緊要。是沒有幫你洗天板那個儲水箱的，它是有些殘渣在裡面的，這些是不健康的現象。就其實呢，人人自危我覺得是有點多過分，因為你不需要感覺得那麼不需要感覺得有恐懼感的，但你說不去驗是不可能，政府需要做的是 find out 去找出來。OK， 唔好再諗揾啲人出嚟講埋啲推卸責任嘅嘢。但係 fire out 之後，咁政府有冇責任去幫我哋驗翻咧？如果係身體有問題，政府有責任去對面對呢個問題。因為係水係東江水，我哋香港人飲，咁係咪政府有責任咧？所以呢個你哋要去問政府咯。頭先你都有提過，即係話啲水可能放一陣就會冇。唔會嘅。唔係佢，如果係我咁樣做一個例子啦，如果我滴咗一滴墨水落啲水度，嗰段墨水咧，如果係浸咗成晚嘅，你係咪成缸都染曬啊？好簡單啫嘛。好啦，如果係咁咧，即係滴啲鹽一樣，去滴墨水一樣。咁你浸咗成晚，你聽日朝頭早攞個杯去開住佢就飲，或者攞嚟煲，你水滾並冇辦法滾咗嗰啲鹽出嚟，係絕對滾唔出嚟。Okay？ 物質既唔，我哋人類基本上係唔能夠創造物質，亦都唔能去消滅物質，所以煮、滾、炸、煎都唔會有用，佢都永恆地存在。咁咧？你如果是一些 墨水滴了下來，我用水一路沖、okay？ 它會到第一個高峰期、okay？ 然後你慢慢再淡下來、okay？ 即基本上要那個江水去了，其實都沒用，去了那個批又是那批。但基本上香港的水呢，以前我查過水務局，他們寫信給我告訴我，他們是驗過了這些東西的。OK， 但據我所知道咧，佢冇驗銅。據我所知道，佢冇驗呢個鉛。OK， 但係至於佢有冇做咩其他詳細，不得而知。呢個真係新聞界嘅工作。其實我諗你哋直接咧，應該要問政府咧，係咪全香港市民你都要幫佢免費走去驗血，有冇裡面有冇鈉咧？其實咁好
咪即係話其實真係擺一陣？即係之前有議員就教話你擺幾分鐘喺度，即係有政府亦都有教話你擺幾分鐘先有好煲嚟飲咁樣，係咪唔得？咁唔得啦。唔得，因為嗰啲佢係諗住咧，有啲鉛咧係呢個沉澱物嚟嘅。你沉澱咗個底咧，你倒上邊啲水，呢、這個真係飲鳩止渴止渴啦。OK， 呢個阿龍平手。因為我哋洗血都洗一年啦，都未洗完。如果啲水俾佢開幾分鐘，等佢過咗第一陣。但咧，你喺馬將，你喺起碼咧，譬如而家佢哋喺市面上，佢哋驗到有38個 milligram per liter 嘅，啊 ，OK， microgram， OK， 譬如係咁啊，譬如係38啦。如果你第一陣水倒出嚟嘅話咧，分分鐘已經去到90嘅。OK， 因為佢最初出嚟嗰扎水咧，係呢個係好明顯係一定有問題咯。嗰度佢就唔係38噶啦。仲有咧，就譬如你揾牛奶 ，OK， 揾個銅嘅鈎去煮牛奶，啲人中毒嘅喎，小朋友都中毒。而事實上，在醫學記錄上嚟講咧，有好多人係咁樣中毒嘅。開水龍頭要開幾耐度咧？你建議？通常幾分鐘得㗎啦，即係冇完，唔係冇完，少啲，係少啲，個機會好啲。即係講嗰個濃度係咪個濃度低啲啊？個濃度會低啲冇錯。博士啊，即係其實你之前係喺邊度工作咁樣樣啊？喺化學方面咧，其實我喺 Caltech。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 ，OK 做過嘢，咁咧就另外咧有兩年時間咧係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美國嘅食物藥材管理行 FDA， OK 我都係做研究工作嘅。支麥太渣，唔緊要，好一齊講。你咪遮住個面咯。咁想問翻咧，其實如果食水入邊發現鉛係會？對身體產生啲乜嘢影響？其實咧，我就覺得咧，非常之震撼啊！在黃議員做咗個記者招待會之後咧，公布咗呢個事情之後啊，政府竟然會派人出嚟話，屋宇署嚟嘅嚇，派人出嚟話香港嘅食水咧係冇問題嘅。佢呢個咧係完全地影響。全香港人對呢方面嘅觀感，所以咧，我哋今日做一個記者招待會咧，係話俾你聽咧，鉛本來咧係唔應該有咩標準，原因咧就係人類嘅身體啊 ，OK 係絕對同鉛係冇緣嘅，冇緣分嘅，係冇關係嘅。你任何一啲咁多鉛喺身體入邊都會造成損害。只不過係佢嘅長久程度唔一樣，損害嘅地方唔一樣。例如會損害啲乜嘢嘅地方？第一 ，OK， 在基本化學上嘅睇法咧，就係任何蛋白質，我哋都知道佢有一種化學嘅鍵叫做 sulfhydryl bond， 即係硫基鍵 sulfur hydrogen。咁呢個 SH 啊。這個 SH 這個鍵呢是會跟鉛呢產生不可逆轉的化學反應，即是這個酵素呢就進行它的工作的時候就被它 block 了改了，那麼呢這種情況呢有些當這個酵素四世入之後被身體消化了，它的鉛仍然在身體裡的，有些呢會流失，但真正來說呢個危機永遠存在的。存在是哪一些，即身體的什麼部分？你的尤其是腦神經系統呢
是最令人擔心的啦。腎臟的系統啦，細臟、腎臟咪有啲好有嘅嗰啲管道嘅，嗰啲管道嘅牆壁上邊會有問題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原增症多嗰陣時咧，會令到你有你個紅血球咧都會產生一定嘅改變，而產生貧血嘅問題。這個咧係源自於骨，所以喺骨入邊咧，佢骨本身都分好多層面噶嘛，有啲層面咧嗰啲鉛喺度咧好難出嚟。咁有冇話其實而家有啲冇啲咩措施或者療程係可以將喺身體入面嘅鉛拎走？有一種比較強硬啲嘅措施咧，係叫做鉛合。鉛合咧英文名詞咧叫做 chelation， 那個 chelation， chelation。咁佢用 chelation 最強嘅咧一隻化學品叫做 EDTA， EDTA 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 OK， EDTA 咧係出曬名嘅，佢鉛合咧就唔係淨係鉛，有好多其他嗰啲金屬咧都一並攞曬出嚟咧，隨住小便而去嘅。咁佢一旦鉛合咗之後咧，佢再溶解嘅方法咧就少咗好多啦。咁有冇話之前就有議員提出過啦，就有一啲療程就可以即係將啲金屬取去啦咁樣樣。咁其實依一啲咁樣樣嘅療程係咪真？同埋佢對身體嗰個影響又會點樣？一般嚟講，就係短期嘅急性嘅鉛中毒咧，用呢種療程咧係可以解決方法嘅。但係有啲我哋不為人知嘅問題咧，我正話同你解釋嘅，同解釋過呢、這個。這個呢叫做這個 sulfur 啦，這個 hydrogen 啦 ，sulfur hydro bond， 這個呢就同埋那個鉛啦，又譬如呢個鉛啦 ，OK， 如果一旦產生咗一個不可逆轉嘅化學反應之後啊 ，OK， 大家唔好忘記這個反應係永恆嘅 ，irreversible 不可逆轉嘅。咁換句話講，呢種不可逆轉嘅化學反應所造成嘅傷害啦。尤其是在神經系統裡面是有一部分，我不能說全部是不可逆轉，即是呢你說得不好聽一點， 你的智商受了損失， OK， 你會發覺這個人不會貌貌然厲害了的嘛。博士盡量不要望鏡頭，不用望鏡頭。想問一條，因為之前呢房署署長呢就同我哋大市民講過啦，就話世衛呢個標準咧係中，即係對個健康終身係冇影響嘅。但係你有咩回應？正話我其實咧用化學嘅方法咧已經闡述得好清楚啦，因為咧呢、這個 sulfhydro bond 同埋鉛嘅反應 ，OK 係不可逆轉嘅。佢哋呢種講法咧。是當然是一個面對現實的方法，你不可能要求一個絕對的空間時間說這些這裡的水是一定乾淨的，對身體好的，你做不到的嘛。所以世衛有一個標準，這是起碼條件來的。但真正作為一個現代社會上的人，你說應不應該有鉛在這裡，我答你的 answer 就是 No， 不應該，是 以零為標準。OK，最好即係諗都唔好諗，即係唔好攞世衛嚟做個標準咯。咁最後想問翻，即係政府都話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驗出嗰個鉛啦嘅成分，咁其實你自己覺得係咪真係咁樣先一段？咁政府有政府嘅困難同埋程序，如果你一個咁龐大嘅動物，你嘅踢一踢佢點會咁快喐啊 ？OK， 咁咧我哋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我覺得他有些不負責任，他是可以做得很快的，甚至乎即刻，是不是可以即刻做的？是啊，可以即刻看到的。最簡單，有人開了一支槍，砰，那些鉛的分子呢在這個層面上到處都是，那警察怎樣去驗這些那個槍在哪裡發生過有鉛的粒子呢？他就是找這些化學品去 一噴一看變得粉紅色的啊 ，OK， 呢個 radizonate 嘅一個反應，咁咧佢即係我見到粉紅色嘅層面係即時可以睇到嘅。
換句話講咧，這個 sodium radicinate 我亦都俾大家睇過呢個化學品咧，係我自己都有成袋。OK， 我哋係就早年代咧就已一後咧。OK， 呢個就係這個化學品。所以政府係即刻驗得到。佢係好容易驗到嘅嘢嚟嘅。OK。而且你可以甚至可以將它驗得比相當準添。